Hello， 大家好。那个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知道这个、哦、新的这个系统哦，虽然也不算新了啦，已经两个月了。然后这个就是可以挑战，就是本期跨服竞技场前三名的、哦，然后打赢了就会有一点点奖励这样子哦。然后他当然因为他们太强了，所以他们当然给我们这个次数，让他们减低这个伤害率跟这个免伤率哦。好，那我刚刚已经把它点到最高了，就是50%哦。但是前几天40%的时候还是打不赢哦，那我们今天来打看看，我把它点满50%了，来试试看能不能够打赢哦。好，那这两队都是非常强大、哦，然后6支14支的援护。好，那我调整一下我的阵容好了。好，那因为一队的关系的话，一队绝对打不赢哦，所以一波流是没有任何的意义啊，所以要把主力放到二队去才是比较正确的哦。好，我看一下，好 K 嘛，然后无界，这样子啊，虎虎虎蛇熊，所以他就是当龟，好。好，其实这样子应该是可以打看看哦，可以打看看。好，第一队就随便了，只要有一个白鹿在这边，然后拖掉他两个回合的体系，那就我摆错了，我摆到防守阵容了。好，我先摆回来。刚刚是怎样摆的？忘记了，这样子。好，这样子，好，这样子。我摆的是攻击阵容哦，所以我看一下，无界，然后 K 过来，然后其他就没差了，没差。好，这样子来打看看哦。有些人可能不知道为什么我要这样子摆，为什么把一队摆的这么鸟哦？因为其实一点影响都没有哦，因为我就算我摆的很完整很完整，也是没有意义的、哦，因为他。第一队他打完我，他还是满血啊、哦！我就算摆的很完整，他还是满血，所以没有差别哦，没有差别，也根本就是没有办法做到任何事情哦。好，不过站位方面我看一下哦。哎呦，这边好，那就这样子吧，反正啊，其实无所谓啦，其实无所谓。看能不能够稍微打出一个战鬼之类的，运气好的话，啊没有也就没关系哦。好，已经点满了50%的情况下，跟他厮杀一下，两队加起来1000多万的战力哦。那跨服竞技场还是一如往常的卡顿哦，所以这个不是我的网络问题哦，这个是跨服竞技场本来就跑很久。好，第一队没有关系哦，就是一个送头的、哦，因为就算我摆得很强，还是要输哦，所以没有差别啊、哦。好，看能不能把白鹿给打掉，白鹿。啊，好吧，没有。好，你看，哥，他被降了这个伤害免伤50%，仍然强的翻掉，所以这个跨服前几名的大佬啊，真的是难以撼动哦。你看我这个完全看不出来是有被降50%伤害率啊。好，那老头的钢铃声触发了、哦，那至少一队还有一点点作用啊、
啊，不过我刚刚就讲了，一队只不过是用来拖回合的，因为完全没办法，没得打。好，那因为我是先手方，可以拖到第三个回合啊。好，这个时候他已经没有体系了，那我的二队再上来啊、哦。好，天狗的战鬼也出来了，打天狗，打天狗。再打天狗，哦好，已经没有天狗了，很好。那剩下一个噩梦啊，还有复活的白鹿，哇，还有三个很强大的援护啊。那基本上大神的援护也几乎都是这个六门的、啊。好，控制住他的这个，那是谁啊？噩梦吉斯啊、哦，那在下一个回合就比较不会有危险性啊、哦。好，不过应该也不用了，死掉了。毕竟已经降了很多的这个攻防了、哦，不是攻防，民伤率、伤害率啊、哦，差不多。好，不过也被他拖到了第三个回合哦。那我要无体系的情况下迎战他的更强大的二队哦。好，不过我的女高已经触发了这个战神五星的效果哦，所以有变强哦，有变强。好，不过噩梦好像没有人可以解他状态哦。好，对。哎、欸，有一个啊，一个好像不能解啊，迷乱好像解不掉，不是解不掉，是他不会主动去解啊，这个是不一样的啊。他如果身上有带一点别的控制，一个就可以解掉啊。啊，不过没关系啊。哇！哇！这个是五星战神魂吗？好，果然还是打不赢哦，打不动。好，那圣女高基本上是不太需要看的。好，看完好了，看完好了，让一格出来帅一下、哦。来吧！哇，被格挡！哎呦，女高一裂啊，10000万啊！不过基本上还是没机会啊，因为又中了这个火鸡的诅咒哦、啊，更是难上加难哦、啊。不过至少打掉他两只啊，算是可以了啦，可以了。哇，他也是被炸回来了。好，那基本上我还是打不赢哦，现在的我还是打不赢。那各位还想再看吗？我再打一场好了，这样会基本上不用变啦，因为没有差、哦。好，再打一场看看。基本上还是打不赢啦，不过看有没有一点点机会哦。他刚刚那个火草有没有？真的是我这局输掉的最大关键哦，连续两个天虫云哦，谁受得了？
这次把天狗战鬼打掉，打天狗，打天狗，打天狗，王。好，那一样哦，要被一个回合反杀了、哦，完全没有这个还手的余力啊、哦。好，全都是六门的、哦。哇，我的白炉这么硬啊！啊，那个白炉被杀掉了耶！好，不过罗巴上来了就没问题啊，那又可以再拖到第三个回合啊，应该吧？哦，对对对。就是每一轮他都把他清掉，就对。第一个回合清主队，第二回合清罗巴，第三回合再清，第三回合上来的援护啊，那就刚好完整的拖完哦，他的这个体系啊。好，这一次什么都没有造成损伤哦，包含他的老头也没有钢铃声，然后战鬼白鲁也都没死啊、哦。什么都没有。好，噩梦炸死了他的老头跟这个噩梦，对，他也是噩梦。好，六门大的天狗要来了。不过我觉得他火草真的是一定练得很可怕哦，他已经降了 50% 的伤害率哦，刚刚打的那个伤害真的是真的很恐怖哦。好，这一次好像比上一局还要更艰难哦，因为这一局反而还打得比较久哦，在打他的一队哦，耗损比较多。他很烦的这个双子圆护哦，哇，双子圆护也真是买满哦，哇，他六个圆护全都是买满哦，好可怕哦，这个真的是，这不是一般人玩得了的哦。好，第三个回合了。好，一格又出来炸一下啊、哦！好，不过这样子也等于浪费了一次一格的援护次数哦，还是蛮伤的哦。因为援护毕竟不像场上的角色，他出来的次数是固定的、哦，所以他能够开大的次数是固定的。真的是很强哦！好，一哥这一次可以帮他解控了，但是杀不死人，也没有大招哦。
哇塞，200万，天哪！好，要看他的天丛云表演哦，直接两列站在那边，好好的给他打啊！好，剩一列啊，再一个，再一个，他已经是五星的，这个很扯啊！好，好，果然还是打不赢哦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哦，那。就先这样子吧，各位拜拜。